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微观眼镜的长工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德国罗敦斯的最新的一个镀膜 Extra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先来大概来看一下，它的官方就是一个关于介绍这个镀膜的一个影片哈，我会把它剪接在我们影片里面。好，然后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影片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介绍。那这个是代理商特别给我们有关 Extra 的一个样品片。好，那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可以来店里面来把玩看看，它真的摸起来跟一般的镀膜不太一样。OK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吧。OK， 我们看完这个影片呢，它最主要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的这个，它的对这个 Extra 它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它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脏，它表面非常的光滑，这个是真的光滑到很，不要，差点讲，光滑到非常的细致细腻，嘿，差点讲的一些不好听的，哦，那。这个大家真的有可以来店里面有没有？比如我们可以拿那个油性签字笔画画看呐，啊，然后拿眼镜布擦擦看，真的很光滑，而且灰尘什么样非常不容易沾。然后像我这样指纹这样子摸有没有？然后这个眼真的是眼镜布，我们这样子稍微轻轻哦画过就很干净的，哦，这真的非常的光滑，哦，这是可以来玩玩看，哦，那但是目前它这个镀膜最新推出有没有？他讲到这个我的 Anki 啊，因为我很想配啊，哎，只不过他现在支援的片种很少，而且支援的度数真的是更少，低到真的是靠北边走，哎，他目前只支援到近视加散光600度内啦，妈的，全台湾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没办法配，哦，不然我一直在等他增加，但是目前都说你的度数不高。然后它目前有支援到什么呢？它的410就是它的一个吸收型的绿蓝光，跟它的一般的，就是近视加散光600度里面的一般镜片啊，比如说你是要单焦点、多焦点哈，那哦，再来就是说，它一个最致命的是说，它目前还不支援罗敦斯的最有名的变色镜片。那我就是想配，我就是想再配一副变色镜片。哎，我最近真的很想再配一副变色镜片，可是它不支援，妈的，哎。好，那 OK， 那再来就是说，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价格问题哦。它价格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 ，OK， 它的各就是说，它目前有资源的片种有没有？就是以它的金钻镀膜再稍微加一点点价格而已。好，那至于加的价格，我相信这个到各店去询问了，我不方便在这边讲哦。对，因为那也欢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讯给我。哦，就是比它的精准度，我们再加一点点价格，然后还有折扣，我就大概这样，就我只能讲这样子，就反正跟讲白点就是，会要比原本的精钻二代稍微贵一点点而已，啊，没有贵很多，一点点而已，哦，那就可以享受它的这个最新的镀膜。那有兴趣的朋友真的欢迎可以先来我这边先把玩看看，哦，这个镜片，我个人认为这个镀膜还蛮厉害的，而且哦。它不是说只有那种不容易沾染灰尘啊，很好清理，它的透光度真的很漂亮，
哦，这个像这一片，我不相信的，可以来试试看哦。它这片是平光没有度数的，有没有？你只要光把这个镜片有没有哈、哦，直接合到你镜片，合到你眼镜上这样看有没有？你就发现你看出去的景色对比度就增强了，很明显哦。啊，各位不要觉得我在胡乱哦，真的。眼见为凭，各位可以自己来试试看，因为我们好几个人测试过，大家都有很明显的感觉。我、哦、这个镜片的透光度真的很漂亮，哦，欢迎大家来把玩看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